大家好，我是 Cynthia， 今天呢我就会教你们呢怎样开足稀有的宝可梦在 Pokemon Let's Go Pikachu 和 Eevee。 有几个地方开足这些稀有的宝可梦，那些稀有的宝可梦可以是飞龙、喷火龙或者衣背那些。如果你想捉飞龙或者喷火龙，我就建议你们呢在宝可梦路那里或者Cinnabar Island 和 Future City 那里走去海那里，之后就在那里猛地飞来飞去，看看有没有东西出现咯。呢度都有機會出Gyarados 或者好多。首先試下捉 Gyarados 先啦 ，Gyarados 就會喺Route 19或者20，總之就喺Sea Foam Island 嗰度嘅側邊咯。咁我落咗下边个水先。嗱，我依家去咗下边嗰度啦。你望到我有只 Gyarados， 即系可以骑上去啦。大家就要搵一只 Gyarados 咯，所以我建议喺呢度嗰度行嚟行去咯。我睇下有冇 lure 先。但我不会建议你哋去慢慢揾一只 Gyarados 咯。因为那些 Magic Card 都差不多可以进化咯。或者還有第二个方法，怎样可以找一只 Gyarados， 就在天空那里。在这里等它出现咯。我找到一只就告诉你们。哇，我找到什么？坐在 Gyarados 先。当然不用真人球啦。等阵捉到先。好，今次嚟到呢度，因为我已经用咗十个精灵球落呢只嘢都捉唔到啦，所以就结束呢个影片啦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